好，我们来制作一个四足动物的模型。那么这样的一头奶牛。好，我们从最开始的视图进行制作。那么在做之前，首先对要做的角色有一个了解，一个认知。那么首先把整体的外形轮廓先搭了这个构建出来啊，搭建出来。那么在前视图，在侧视图，首先看一下。第一节，我们快速的去勾勒它的大型，创建 Nervous 的球体，把接缝放在底部，接缝放在底部。两个都是负的90度。那么，让当前的这个线的朝向，根据角色的一个布线的方向，首先我们来搭建这个身体部分，先整体放在一半的位置，然后再局部选择所有的后面的这些控制点，整体的去移动。开始的时候不要有过多的段数。整体的进行移动就可以了，然后呢，再到前视图，那么它稍微的有一些扩张，对，局部做一下微调即可。好，那么身体部分做完之后呢，我们来做头部。这个奶牛的头部，同样一个 Nervous 的球体。那么这种建模方式是非常的科学，而且非常的快速有效的一种建模方法啊，比起单纯的去用这种多边形加线要更有乐趣一些。那么首先把它放在关节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啊，眼睛的下方。那同样的选择顶部的这一区域的控制点，把它进行调整，想象一下侧面视图的这个效果啊，进行调整，并且呢，根据整个嘴部的方向啊，嘴部的一个方向来进行控制，对它进行缩放，进行旋转，让它匹配好，对我们的这些参照图的位置做一下微调，让它在正中心，可以把网格显示出来，做一下微调，freeze，把参数值归零，并且锁定起来。在搭大型的阶段，请你要更加的仔细。好，再次的选中这些控制点，对它进行整体的缩放。那么这些顶点呢，来作为这一头奶牛的头顶的位置进行旋转，进行调整。然后呢，局部的进行微调。头部跟身子啊，这样穿插在一起，让整个的前面的嘴巴呢更加的圆润一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去加上一些段数，insert isopalm 在它一半的区域加上一些段数，然后呢，让它这个全部呢圆润一些，圆润一些，眼睛的位置。在它的中心，在这个鼻子的鼻孔的位置啊，这样去添加参数线，平均的添加，大型准了之后再去加一些段数啊，然后在前视图去做一下微调，选择顶部头顶的部分啊进行缩放，
用壳线的方式选择一圈的控制点，像眼睛这个部分进行调整，局部进行调整。好，头部跟身体部分，我们都把它搭出来。然后下面的像四条腿啊，像这个尾巴这些部分，我们都把它一一的去摆出来。先在侧面视图，创建一个 cylinder 圆柱体，首先都放在关节的位置。那么以后你再看到这样的模型，这个整个的流程跟制作方法、制作思路都是一致的啊。首先放在关节处，然后我们要考虑到它的整个接缝的问题，放在内侧180度。我们先在侧面视图先调好，使用金格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，crit lattice 段数很低。整体外形确定，删除所有的历史，然后我们再去加段数 ，insert isopump， 然后呢再去把它的蹄子整个的这个效果做出来，一半的区域加。Insert， 然后选择最外圈的这个壳线，把它往里收，这样呢，蹄子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。然后临近的这些控制点往下压，圆润一点。好，首先是一根腿部的部分，然后对它进行复制。那注意，如果是一个写实的角色，你像比如说，你做要做一个写实的河马，或者是其他的。那么它的腿部呢，可能是置在身体的这个，比如说马啊，比如说其他的这些角色啊，生物体角色，那这些部分它是要跟身体进行一个融合的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腿部呢是在它的外侧，是在外侧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加一些段数，加一些段数，然后呢选中最上面的三排壳线，也就是三圈控制点。让它有一个旋转，并且呢，跟这个整个角色的这个身体进行穿插，这样的话，它会有一个融合的效果，能显示出来。但是这个角色，是一个卡通的奶牛啊，卡通的奶牛，所以说直接不需要这样做啊，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身体的底部，直接放在身体的底部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写实的话，刚才要注意，就是说要有跟身体连接的地方要有足够多的段数才行。好，那么我们来顶视图观察一下这个放置的位置放置的位置，调整一下它的枢轴点的位置，方便我们做一下旋转比较 Q 一点的这种蹄子。然后呢，让底部呢是一个跟地面踏平的一个效果。先做好一个，后面就很好做了。那可以进入到它的 Objects 模式，这样的调整点的时候会比较容易。按住 W 键不松，按鼠标左键弹出一个 Pop Menu 浮动菜单，然后进入到它的 Objects。这样的模式，或者是 Alt 世界模式进行切换。好，首先在侧面视图对好，调整完全穿插在身体内部。穿插进去，
那么后面呢，这个蹄子呢稍微往外走一些，稍微往外走一些，微微的一点就好。注意臀部的部分，让它呢更大一些，然后跟腿部有一个融合，完全融合在一起。以侧面视图为准，注意要跟整个的身体进行穿插，完全穿插进去。检查一下，把蹄子部分把它封口。镜像复制，Ctrl G，放到视觉坐标轴的中心，然后 Ctrl D，对 X 轴进行负的操作。那么尾巴非常的 Q 啊，用一个曲线绘制工具 CV 曲线工具，Create 下面的 CV 曲线工具，这样去做它的一个小尾巴。加线的时候，注意整个的一个控制啊，不要太多。创建一个 CV 的曲线，取消所有的显示，这样子方便我们的进行吸附。像 Nubus 像多边形都可以把它取消显示，按着 C 键这样去吸附上去。如果你物件比较多的话，很容易造成操作的错误，就是吸附不上啊。Extrude face 啊，Extrude 就直接是挤压，这个单词跟多边形当中的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后面的这四项，这样的话可以沿着路径很好的进行挤压，显示所有的部分。好，这样的一个程度，把所有的曲线就可以删除掉了。OK。删除掉历史，然后对当前的这个尾巴的位置、形态进行最后的调整。注意跟身体部分要穿插。好，尾巴的末端用一个 polygon 的物体来去模拟，段数不用很高。段数给它一定的段数啊，让比如说为12，然后隔着进行选择，做出这种卡通的效果。往里收啊，这样子。Okay。 在侧面的视图做出一些变化即可。段数不要太高啊，跟整个的形态进行匹配，就是不要去把某个部件做得非常的精细，然后忽略了整体。好，做出一些变化来，可以用笔刷工具做一下柔化处理。啊，顶部的这些三角面，把它去清理。当然，这些部分到最后就是给它一个材质就好了。
给它一个非常简单的材质就行了。OK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来看一下，像这个牛角的部分，通常呢还是使用圆柱，cylinder，然后使用默认的操作啊，这样去调整牛角的一个形态。可以一级级缩放，一级级的缩放。当然你使用一个球体也可以，球体的话，它的顶端会比较圆润一点。在侧面视图对照一下，有一个倾斜。这个位置跟头部进行穿插，注意这个整体的体积控制。把接缝放在里面啊，可以使用 Move Scene 移动接缝命令啊，或者把它转进去。这样做一下调整。进行镜像啊，进行镜像。好，那么首先的第一步，先搭建出一个整体的外形。注意呢，要段数要精简，然后比较 Q 一些，浑圆一些啊。不要去过多的专注于细节，这是第一趴要注意的内容。